我是上海江小白，40岁，医生。我首先关注了红哥的微信公众号，积极点赞评论，这样红哥就注意到了我。你说红哥怎么不加你，不理你？估计是他不了解你。现在鱼龙混杂太多了，我然后就加他 QQ， 给他在线发了我的护照和手持身份证照片，还有一个说明自己经济状况的简历。他很快就回复了我，然后我们视频聊天一下，很快就通过了他的审查。感觉找红哥相亲就像申请美国签证一样，要有方法。我给他打了20000定金，把所有钱换成了美金，就如约前往越南胡志明市。我把钱分开放在肩包、行李箱和腰包里。登机过关安检很顺利，没遇到任何问题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你们好，欢迎用餐乘坐三号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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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你们好，欢迎
的站起来。第一次相亲时，我的审美观跟大众的可能有所不同。红哥给我介绍了靠谱的红衣美女，样子也不错，说她靠谱能过日子，但是皮肤比较黑，不符合我的审美观，就 pass 掉了。另一个胖了不考虑，红哥也同意第二天找更白的女孩给我看。越南女孩肤色普遍不白是事实，红哥说他们每天接受太阳照射，想不黑都难，所以越南女孩每天骑摩托外出都要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裹起来来防晒。